前段时间也是太忙了，就没有。稍等一下，然后你帮我拿着一下，然后我弄一下那个，拿着这个，我要把那个麦拿出来，这可能里面很吵。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哎，我给大家拆个麦吧，插个麦，因为太吵了。不换不换不换，这个，然后拿一个那个这个，我插个麦，里面会很吵。嗯，很快的。这个要插上去，稍等一下。嗯，很快的。里面有很多很多全世界流的机器人，各个公司的，像那个马斯克的 OpenAI， 还有那些什么 Google 啊、腾讯、微软那些的，全部都来了，超牛的。这个开没有？开机了吗？听得见吗？听得见声音吗？声卡耳机，声卡，关闭耳机反应，应该这样就好了。你再给我一个那个哦，没有了，听得见吗？朋友们听得见吗？现在听得见了吗？听得见扣一个一，朋友们听得见的话在里面扣一个小一。我刚刚把麦给插上了，里面太吵了，应该是听得见的。OK， 看后面的机器人大赛，然后前面有很多那个参会公司的一些比较牛咖的这些人公司的名字，给你们看一下，超多人。然后我们前几天买的票，哎，世界机器人大会，快点！哇，进去就有超牛的机器人。我女儿他们说看到一个，看到磨咖啡的机器人了。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展，各个技术的话都已经就在这边，然后也设立了这种机器人的高峰论坛，会在我们今后的各个行业的上下游的话，都会把这个 AI 技术用到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啊、科技啊，然后还有各个行业的。哇，这儿是干嘛？在哪儿？哦，现磨，那儿是什么？咖啡机器人的，这边去看一下。大家都在排队磨咖啡啊！你们自己走，行李箱怎么都不能掉，好吧？因为没有时间去放酒店了。你们说那个酒店又差了一点，你们待会儿选个好一点的，好吧？选个有大浴缸的，然后看一下这个磨机器人、磨咖啡的机器人。看得见吗？看得见吗？家人们看得见吗？你看好多人，好多人在那儿排队等着磨咖啡，等着机器人给磨咖啡喝，哈、啊，是工作人员。哎，哎呦，你不要抱你弟，你让他钻前面去。家人们，你们空了就点点小爱心就好了，点点小桃心赞赞就好了。然后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也特别想看。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喜欢比较研究 AI 这块嘛，然后两个小朋友也是马上就要就是暑假结束了，前段时间就没有陪伴到他们。这个地方能点咖啡？可以，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再去看其他。哎，请问一下帅哥，从哪边开始看？哪边开始看比较好啊？我问一下工作人员，从哪儿？从这边进去吗？然后这外围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看的？哦、OK， 里面才是精华。刚刚那个帅哥说进去就好了。哎，走了，我们进去了。这个外面都是一些，哎，你不要拿我手，待会儿把手机摔了。怎么买票？现在已经没了，这是最后一天，他必须要在就是官方系统上面买。是的，他们两个不用我带的，他们两个自己都知道安全第一，还在拖行李箱。我现在就和大家开着播。这是什么？煎饼果子机器人。煎饼果子，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吉田，现在已经买不了票了，因为这是21号到25号，今天是最后一天。昨天的话我也是刚刚就谈完事情，然后马上回老家把两个小孩接上，昨天晚上连夜2点钟到的北京。哇，这边机器人地，这个是应该是工程上用得着的，这种工程机械臂的机器人，它是制造零件的是吧？我去看一下介绍。朋友们帮我多点点赞，这样就好了，让大家看一下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机器人 AI 技术。
然后现在其实很多技术还没有用在真正的实体的机器人身上，因为的话它还有一些没事儿，人间人品问题，开心每一天，人品问题日久见人心，人的东西的话人品坏了你任何时候都走不长的。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着？正是因为不当主播所以才偶尔冒个泡啊，比如说天天当主播的都在直播间等着对吧。嗯，这个是什么？接哦，消耗空气，消耗空气按钮，它的流量、运转、重力、设备空转，这个应该是用在那个机械工程上的。没事儿没事儿，对，因为就是马上要两个孩子要上学了嘛，然后我自己就对 AI， 我看到我朋友给我发的这个论坛，然后说我要去，直接就买票订酒店，然后订机票，然后买会展票，刚好赶上了。还有我们工作上的那些就是哎一些领导啊还有企业家，我跟他们说，我说不行，我说我这个周末我什么都不会参加，然后要去带孩子看。哇，这个牛，这个是什么？这是组件，这前面大家等着，这是专门生产汽车的，全部是由机械臂来替代，给大家看一下。哇哦，这就是组装汽车的过程，很多东西现在都是被 AI 替代了，然后的话都是用机械臂来替代一些生产，还有包括焊接，还有一些比如说空气力学和那个就是一些化学物质，包括核聚变领域的一些东西，全部是由机器来替代，就减少了这个人在就是工作中的这些危险性。然后的话还有比如说一些医疗领域，像手术它的精确度达到了多少，你跟我说。怼着你脸拍，怼一下机器人。哦，好，我女儿说不要一直怼着我脸拍，叫我怼一下机器人，给大家看看。这就是焊接汽车的整个过程，是利用 AI 来完成的。以后的话，人就只需要操作，然后给指令就行了，把所有的程序和编程，以及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精度，包括毫米、毫秒这些的东西，速度和效率都可以提升。哇哦，好厉害哇！看得好震撼，我觉得未来世界真的是未来可期。这个你们跟着我走就好了，好吧 ？Yes sir。Yes sir。这个是 Atom 的，爱创科技的公司的，这里面有很多个公司牛的，包括那个马斯克的 Open AI， 然后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不要弄我的这个直拍杆。孩子他们都会自己找的，他们从来都是自己管自己，自生自灭的，不用我管他们，而且都带了手表的，没事儿。他们还要负责看嘛，还要负责拖行李箱。你想吃冰淇淋吗？这设备休息中，然后再带你们看这个是 Uber 的协作机器人国家标准制定者，就是制定机器人标准的，因为机器人它其实已经就是在很多的样本库的基础上的话，它已经拥有了自我生产内容，还有就是创新想法的能力，所以说的话我们人类还是要对他们的一些意志进行管控，不然的话就是有的东西是不受控的。看看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给医疗的吗？这是给人类治医疗的。这属于医疗器械的机器人是吧？理疗哦，哦，这个是理疗按摩的，以后按摩师也要小心了，就是很多东西机器人都能精准的把握这个力度，还有你的准确的穴位，还有一些脉络。嗯，好的，不好意思啊，看一下它的力度怎么样，我去感受一下。位置在北京亦庄，就是北人亦创展览中心这边。对，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的话就没有办法再来了，我都是赶时间，然后把这个周末把所有工作推掉，然后带着孩子火速，昨天晚上2点钟才到酒店，然后才睡下。看看小朋友他们，妈呀，打个顺头。这个是干嘛？来，我就加入你们就可以联系。这可以摸一下吗？哇，这个震动感好舒服，哈哈，以后的话按摩师都变成机器人了要。哇，好厉害。
还去别的地方，应该会。但是目前的话，他筹备一场展览，因为要所有的公司，还有一些专家组，还有就是筹办组这些嘛。所以说的话，他不会说在短时间内开。而且第一场就是选在我们首都北京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作为以后我们就是中国世界机器人的会展中心，就是论坛中心，它是不会变的，属于说我们中国以后在机器人上连接贸易的窗口吧。01，这个是哪个公司的？游龙，浙江合川科技的。它里面有很多这个巨头的专门研究 AI 的，包括就是马斯克他们的OpenAI 的，还有一些微软呐、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谷歌等等。但是的话，还有一些小型的这种在 AI 的一些小领域，他们小程序、小领域、小功能上的一些公司。地址在那个北京亦庄，北人亦创科技城这边，展览中心这边。我们去找一找，你这样，小米你来带路好不好？然后看一下这个位置大概是怎么样的。好吧，这个机器人是个人形机器人，然后主要可能重在关节和灵活性，这个不是特别强，因为属于小公司的。它的整个关节，那个马斯克他那个有28个关节。这个是敖博智能，这儿来了一个重卸，这个是什么？我看一下的，马上来了一个大怪物，不知道是啥。哦，这是做物流的机器人，他们会包括京东物流的，京东快递以后也是由机器人来替代了。京东，下午这是最后一场票了，下午12点钟开始进场，然后4点过就结束了，好像是。这个是设计什么？哦。然后在里面数，他自己会分拣所有的单号，然后处理包裹，这些就不用我们人再去处理了，自己送快递，自己分拣包裹，自己然后标注所有的各种收件的流程。下午进不了了。哇，这个又是啥？我天，好多东西。这个是干嘛的？无人机送包裹了以后，是大家看，就是它，食物在这儿。以后我们的包裹的话都是无人机在送了，快递小哥都已经可以换行了。我天，就在窗口打开窗户的话就可以收到，哎，您的包裹请签收。这又是个啥？你要，哎，小米，你给好好找好号，好号在哪儿？你跟他说，在刚才那个就是，机器臂造车那儿，机器臂造车那儿，小的走丢了，然后他在联系他姐，我叫他，我们先找怎么入这行。我们可能就是先了解我们的生活会有些什么变化吧，然后再是说，哎，你从事什么行业，然后 AI 技术可以帮上什么忙这样的，然后再去分领域来研究。哎，对对，找到了，两个。好，你们自己注意哈。如果我们走丢了，就在这个地方集合，好吧？哎，如果我们走丢了，就在这个地方集合，可以吗？可以吗？就在这个地方，记住这个京东的这个无人机送那个的。对，外卖小红车这儿。就乘他的外卖小红车。这儿来了，这个应该是生产的，京城。全部是由机器来完成。看这个，这个是做啥的？我看看它的介绍呢。京城机电，这个是干嘛的？注药物的吗？哦，酿酒的，这个是酿酒的，给大家看一下，大家都可以录屏的，录了屏，然后有的东西因为这个会展厅有点大，可能的话我换很多东西，你们基本上一个机器人它就代表一个行业的一些用处。目前这个的话是自通酿酒的生产线，以前我们都知道可能酿酒那些，哎，像把那些高粱啊什么玉米啊那些，然后拿来收过来发酵窖藏，然后是要控温等等湿度那些，但现在用不着，他把所有的这种酿酒的这些技艺，包括什么槽培定量分配、斗式输送，还有润粮拌料、机器人上蒸、自动摘酒，还有加那个曲木酒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放到了机器上面完成，就不用
就不用我们再去操心了，超厉害。这个又是干啥的？这又有个大怪物妖，这个是酿酒工艺，给大家看一下，再看一下。整套工作的话不用，没有人工参与了，只需要给出程序就行了，给出指令。妈妈，那如果有人想要在自己家酿酒，不能把它搬回家怎么办？可以啊，你可以买一台机器在家里面酿啊。这个太大了。你要酿酒给谁喝嘛？我们家里面没有人什么人喝酒的。这儿来了一个，也是生产制造的。这个是汽车底盘电焊电子焊工的工作站，就是焊地车建焊那个汽车底盘的。枫叶，中午好。看没有，就是以前的话都是我们很多个焊工，然后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比较有高危难度系数和强度的工作，但是现在的话就叫一台机器人把它程序设计好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哇哦！假的，我们碰都没碰，壮观呀！他因为是这个是示范呢，他在现实生活中是要一个一个做的，但是这儿不可能一直换，知道吗？不可能一直换汽车的底盘。一台酿酒机，回家给老公可以买一台那个酿酒机，豪气。这个，然后往前走吧。这个后面有他真正在那个生产工，在那个工厂生产的视频。这些机器人平时就这样干活的，它属于一个什么？属于一个模特吧，来展示的。妈妈，我弟想去那个地方。那、谢谢谢谢。这个这个干嘛？他们在排队。这个好好玩。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扭秧歌吗？不好意思，走，我们看看它是干嘛的。这个是和面的吗？和面机器人吗？慢慢的，你和弟弟轮着拖行李箱。我弟根本就没拿过。这个是啥？这个是什么？我看一下，超高速桌面型工业机器人。哦，它是那个工业，就是桌面作业的，包括那种你们看到网上那种打螺丝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拧瓶盖，然后还有就是封口那些做糖的呀，或者是做这些小食品封口的那些东西。流水化作业的，现在就由机器人这些一排都不用人了。看看，还有大中小号，根据自己的外形，你喜欢大的就买大的，喜欢小的就买小的，老少皆宜。哇哦！再看看下一个，哈哈，我要看下一个，你还要不要看看？它这个就是在工业流水线上，然后弄那个的。然后去帮助生产的，就把所有的那些以前的工人那些解放出来。妈妈，这个可以做饭。特斯拉来了，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我要看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之前我就想看的，但特斯拉现在它还没有加入什么 AI 的程序进去。旁边是一台特斯拉的车，顺便特斯拉也做自己电车的宣传，应该是那个异形门吧，异形门那个车。哇，这台车有点酷，是个概念车，超酷炫，看到没有？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开出去的话挺拉风的，造型是那种几何结构的，哇，有点酷哦！如果哪个男生开着，超酷炫。看看，这开出去就是个大杀器，如果泡妞什么的话，哇，这个泡妞神器，哈哈。太好玩，没事儿，他们会自己跟着我走的。他们也带了那个电话手表，而且外面有很多安保人员，不会有危险的。哇，这个车好酷啊！给大家看一下，特斯拉展机器人的时候，顺道也宣传宣传，搞搞营销。这边是特斯拉，我要去找他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你叫他到这个车这边来。我弟弟喊我们两个过去，他不知道路。他不知道路吗？好吧，那我们过去找一下。小的他在原地等我们。他是不是在那个就是小黄店？哎，咋了？你开快吗？你跟着我走吧。去找一下小的不知道。对呀，就三个，他们没事儿，他们都管我的出来，行李箱啊，或者是收拾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弄，洗漱也是自己弄，
自娱自乐。可能是，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地方哦？马上先把小的那个给找到。朋友们有空你们就点点赞哦，点点赞就好了。快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就在我们约定那儿等我。你紧紧的跟着姐姐好吧？你们大致看到我，因为我举。刚才我一直我都喊着我弟弟，我弟弟他就是不过来，他非要往那边跑。没事，反正我举着这个就是这个手机，你们会看得到的，好吧？好吧，跟着我走。哇，这还有个小奶娃都被拖着了，拖着了。这个遛娃挺好的，这样可以把他们。你干嘛？你别去搭讪了。再来看看，我要去找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外形倒是挺酷的。这个机器人据说的话几十万吧，14万还是40万的，我忘记了。外形确实比其他机器人在关节啊设计上概念上要好很多，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它还没有置入程序，等于说还是一个属于没电的状态。看见了看见了，这儿给你们看一下全方位的，按它的关节设计来讲就比其他的那些小公司做得好太多了。哎，不好意思小朋友，我看一下它这个，目前它是没通电的，只是一个模型展览。哇，再过不了多久的话，那待会儿还带你们去看真人的，可以1:1还原的。比如说，哎，你想做个我这样的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可以定制，然后放在家里面。比如说你不想和老公吵架的时候，哎，或者争论的时候，把它摄入一套程序，让他们自己去对话，你就在旁边睡大觉就可以了。哇，这个特斯拉的概念车好酷，真的好酷。再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谢谢最美遇见，这个展览在北京亦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带孩子来看看，本来说带他们去，哎，跟着小朋友还有我的几个好朋友那些，带他们去玩一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关键是我也想看，关键是我也想看。你们想不想买个这样的车？好好，酷不酷？酷不酷？酷不酷？超酷是吧？男孩子都比较喜欢机械啊车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反正走不丢的。这里面虽然人多，但他们带了手表。这儿是青宝的哦，青宝设计的，它是关哦，这个厉害了，巨身，它首先有人形，然后还有人的大脑小脑功能，还有这种作业能力和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可以人机交互。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里面呢，看得到吗？青宝的这个。它首先的话是有云脑平台，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可能你们知道那个就是数据化的平台，包括云计算还有区块链这些，他们数据库里面的信息它是都有权授权可以提取的。然后的话又有这个智能的算力，可以。妈，我姐姐哭了。啊？为啥？来来来，妈妈拉行李吧，我来拉吧，或者我们去找一个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存在那儿，好不好？可以吗？不会的不会的，我这儿可能播个一个小时带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好不容易买了票来了，对不对？然后就让那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们也可以看到，是不是？因为这机器人咱马上就没了，好不好？妈妈陪他们，然后看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深度游，好不好？再去了解每个机器人，可以吗？可以吗？好的，那我们去找个人把这个行李箱放了吧，好吧？来给我，我们先去找一个那个工作人员吧。我女儿说的话，她说，光顾着给大家直播都不陪她，然后都她想问问题都不敢问我了。没事，他们会跟着我走的。这边的话，就是以后我们机器人可能需要发展到的一个下一个领域、下一个环节吧。安保这块中电科。中电科，这个应该是和我们的安保相关的。以后的话，比如说你要干坏事儿，偷东西或者是抢劫，不是人民警察收拾你了，是 AI 收拾你。看，我要看这个机器。好的，你去看吧，你去问一下，你可以问，可以。你看，超级高大帅气，要1.85米就1.85米，要2米就2米。警察的，警察不。这个男孩子比较感兴趣。哦，
这样的机器人，然后再配上什么吴彦祖啊，或者是哎，就是德华呀、张学友的脸，那是帅气了，是吧？就算你被，就算干坏事被这种安保人员抓了，都觉得哎，内心还蛮雀跃的。被帅一个机器人抓到，这个是机器狗，这个是虎笨，我看一下，我看它的马力达到多少，承重30公斤，整机30公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器狗，你别看它小小的，它还是很有大用处的。看看，然后负重5公斤，外部供电接口、通讯接口、综合工况、进行模式2米每秒，每秒钟可以行进2米。这个的功能可能主要用于传输吧，它是属于关节电机，就是机器人的一些核心功能的分部位研究的。现在去了没用了，我们就是最后一场了，刚刚赶到，昨天为了赶这场展，昨天晚上2点钟才到的。哎，请问一下，您是工作人员吗？怎么了？我想把箱子放一下，有没有地方可以存放的？那你这么急的了？嗯。到2点，你要到2点之前，所有的参观人员一理清出去了，你抓紧到了。哦。要么你把这个放在那个主办那边吧。主办方。在那地方放就好。OK， 好，那我主办方在那边吗？对。主办方是哪个？从这里过去就到那个机厅那边。虚厅。对。后面是吧 ？OK， 好的，谢谢。我要去找主办方，把这个箱子放好。他们拖着确实有点太重了。还有好多呀，慢慢带你们看。我也超兴奋。这个机器人没通电的，好像残了哟，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没通电的。21 21号机器人被架着，但是它一旦充了电，把它的那个程序代码给输入的话就厉害了，它有可能直接可以放翻你，如果是格斗机器人的话。妈妈，我的腰搞掉了，你找一找它吧。嗯，它太小只了。哎，又看一下那个小的，它姐说又走丢了。看到他了吗？叫他在那个车这边过来。和面的那个地方。和面的那个地方，和面是那儿。和面的在那边。和面的在那边呀，和面的在那边。好，下次不能乱跑了，必须跟着我。大姐说下次不准乱跑了，必须跟着他。好的，冰姐看着的，他们出不去的，你外面的话有安保人员，然后他们都带了电话手表的。好久时间。今天的话2点钟就要清一场，可能是2点钟到后面还会放一批人进来吧，加了一场。之前昨天我都收到短信说有可能今天来迟了以后都没有办法放进来，因为人数超载了。看到好好了吗？姐姐，好的好的，要把2个宝贝儿看好。这儿找到了，他每次丢了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来，这次不能到处跑了。每次他都来到处跑，每次我都牵着他，每次他自己就跑了。对，姐姐要。刚才给我妈说了，我在那个坐秋千的机器人上。你在做什么？坐秋千的机器人。坐秋千，那个是坐秋千的吗？是那个。就是和面的那儿是吧？对。OK。我后面走到和面了。哦的，好的，那我先去把这个放了，你跟着牵着姐姐。我先去把箱子放了。今天就到，应该是4点过就没了。有北京的朋友吗？可以过来哟，赶快过来，我们偶遇一个。有没有在北京的朋友们？对，好久没有，就前段时间确实太忙了，东奔西跑，到处全国各地出差。然后准就是星期五的时候，我说这个周末怎么样，我得把时间腾出来陪2个孩子了，然后带他们来看机器人展。哎，你好，师傅，请问一下，主办方在哪边啊？主办方 A4 那边出去就是。OK， 谢谢，谢谢。我这个箱子，然后2个小孩就拖不动，因为没有时间，为了看展嘛，就没有时间。看你有这个胳膊就可以。对对，就把它放一下。好的，谢谢。妈妈，我要把一个杯子。到。哇，我先把箱子放了，再带大家看，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还有会才艺的，
就是各种跳舞啊，那些唱歌，还会给你读诗，还会给你讲解所有的书那些，你想听什么他就给你讲，并且声情并茂，不知疲倦。请问一下，哎，你好，帅哥，可以把这个箱子存你这儿一下吗？就放那儿就行了，没什么贵重物品。等会儿，你看多久呢？就差不多。我们是下午的票，下午的票是看到几点？两点钟就要清馆了。两点钟清馆，然后下午到四点不是还有一场吗？没了。两点钟清馆。两点钟清馆。下一会有一点。可以的，你就把我随便扔角落就行了。你要不是去前台吧？前台吗 ？OK， 好的，谢谢。他这儿马上还有机器人表演，就是展示各种技能。两点钟。对，他们还会跳舞哦，然后还会很多人，我跟你说嘛，下象棋，然后我们世界全世界最牛的象棋大师的下饼，围棋这些都下饼，厉害得很，围棋大师。主办方在哪里呀？这边不是的，这边应该是吧。还有很多大咖，就是全世界的，包括全世界的机器人联合大会的主席那些都会参加这种峰会，还有我们中国中科院的那个叫什么蓝那个院士也会来，他们就是把这里北京这块亦庄作为我们中国机器人核心 AI 技术的论坛中心，然后由 AI 来引领各行各业上下游所有的升级迭代，超级厉害，所以大家要迎接好真的 AI 时代的到来。妮可，这里面有水，等一下我给小的这个弄点水。你来吗？你这把这打开就行了，活抠是活抠，感觉脸都有点发热了，脸都发红了。我也有点口渴了。第二管这些。你喝牛奶吗？我喝矿泉水。要管你来，你旁边的人还要管我。对，然后这一次的话，真的我就是看到，然后我说我要去。然后我首先就马上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订票、订酒店、订动车、订飞机票。早知道也带着孙子可以啊。然后今天的话，我看把这个展看完以后的话，看他们两个小的想怎么玩一下。然后明天今天晚上休息好，明天再带他们回乐山。用户熙然阿姨，你也是北京人吗？刚刚就是我女儿还在说，她说她喜欢这段时间磕那个奥运冠军，奥运就是乒乓球嘛，中国乒乓队的那个什么，哎，你是磕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莎莎和那个大头，全名叫什么来着？孙雨莎和王楚钦。孙雨莎和王楚钦是吧？对，他们是哪？王楚钦、孙雨莎，他们现在我女儿都开始磕奥运会的了。运动员，然后是男女混打的冠军是吧？男女混打冠军，我们中国的。然后那两个年轻人，一个23岁，还有那个多少岁？两个都23岁是吧？他们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河北的。我女儿还说，哎，今天啊，好像是大头，我记得大头是哪里的？他是北京的，然后那个孙雨莎，我觉得好像是河北的。孙雨莎，你不是说河北的吗？哦，有个河，然后他对对，孙颖莎和王楚钦，对，这个是这也是这是那个展会的一些放的外围的东西。我们现在找主办方在哪儿？先把主办方找到。对，孙颖莎和王楚钦，我女儿说好爱磕他们这对 CP， 哎，我说你真的是几岁就开始操心别人的终身大事了，现在小朋友搞笑得很。哎，在这边，共融机器人挑战创新赛区，这边是小的那种机器人，他们的交流会，一些年轻人设计的一些小的机器人，有一些特定功能的这种。哪里买票？两点钟就关馆了。刚刚我问那个工作人员说，两点钟就要清馆，全部清掉。哎，你好，师傅，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放行李箱啊？就小朋友拖着太累了，他们。行李箱从这走到头。走到头，在右拐那边有两排行李箱，走到那儿有两排行李箱是吧 ？OK， 一直走到头是吧？右拐，再出去右拐。出去右拐。这是大门，左到头再右拐。OK， 好的，走吧，直走然后右拐。点的太满，点
看两个小朋友不行，他们不能入境的，在直播间，不好意思、啊、阿姨姐姐阿姨，小孩去，对，很好教，对，就带他们，我喜欢什么我就带他们去看什么，然后他们有时候感兴趣的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我也会跟他们一起。两个在后面拖行李箱，给他们找个地方放。还要赶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就要清馆了，到两点钟就要全部清馆。外面待会儿还有机器人展，机器人的表演。怎么了？干嘛？我姐说会跟紧你。哦，你姐叫你跟紧我哟。不会的，你不会掉了。你姐姐她自己会跟上的。这个是干嘛的？我看是。我们赶快去放行李箱，然后带大家去看。大的对，小的也懂事，小的就是想法要多一点，经常哎自己要去探索一下。但他还是知道自己，哎，太重了是吧？你给妈妈妈妈拖，你给妈妈妈妈拖，你牵着弟弟就好了哈，你牵着你弟。25岁左右的，他们出去还给我介绍男朋友，说哎。哎，早点结婚生孩子，我说我都两个孩子了，我不需要再生孩子了。再生的话家里面就三个了，天天都打架了。哇哦哇哦哇，好多人呢、啊、看能不能碰到一些，哎，碰到一些什么我女儿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员之类的。小米你看一下有。上楼那不一定可以上，待会儿的，我看那边有警察驻守，有可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上面。这边是我们自己的 EXBOT Robot 的，就这个都有一个官方账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自己的仿生人形机器人，给大家看一下哦，仿生的哟，就是可以做成真人的，来了。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明星，喜欢哪个都可以。小孩爸爸他没去，他没来。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和工作。这个的话你看那个小孩没有，他是根据一个真人小孩1:1还原的，就是有一个小孩也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的话身高样子，之前我看到就是一个介绍，就是那小孩就站他旁边。姐姐你自己带着弟弟哈，那个是根据一个哥哥然后1:1还原的，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人，你可以假如说你想做一个弟弟，你可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你可以随时教育他收拾他，然后你不想收拾他，你叫他去打他。那个美女好漂亮吗？这个我女儿说这个好漂亮，长得还给抛媚眼，看到没有，大家看到没有，仿真保姆机器人。对，以后大家就不用做家务了。那天我都和春梦姐他们在聊，我说以后的话我们就哎，年轻人不用做家务买菜做饭这些，让机器人做，我们自己就去该工作工作，该去娱乐就娱乐，然后老年人年纪长一点的朋友就可以出去跳舞啊，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呀，或者参加公益活动那些都可以。谁妈妈的直播、怎么了？我想跟那个小机器人合影吗？我们弄完了再说。对对，姐姐说了妈妈在直播，然后弄完了我们再慢慢的玩好不好？我们把箱子先放了，走。在北京亦庄这边，北人亦创展览中心。哇，这儿是两位大人物模仿的，这是哪两个大咖呀？我看一下。哎，这儿还有古时候的，给大家看一下，可以模仿古人，看到没有？可以和李白一起喝酒作诗，然后开始饮酒上九天揽月了，已经可以。古人，仿真保姆机器人以后肯定有的，就大概可能1-2年时间就会出来。以后的话，大家就解放了，解放双手，大家人类就开心的玩，开心的哎
负责一些创意型的东西，意识引领的东西，然后机器人就负责干活。这边是国外的两个大咖吧，我去问一下小米，拿一下行李箱后我就在附近。再来看看这两个，哦，这两个的我觉得理念好有意思，一个是炸药之父，一个是和平之父，然后通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了，通过 AI。 小机器人，这是诺贝尔机器人的小剧场。他们一个是炸药之父，一个是和平之父，就一个是反动分子，一个是要求和平的，然后把两个完全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合在一起了，还让他们天天面对面看着对方。分了两个人，这边这边这边，姐姐来给我拉，我来拉。这边的话是诚心智能的聪慧的大脑，主要是在研发机器人的脑力这个能力，脑力运算能力。这个是设计的一个啥？奥明，看吗？可以和他聊聊天吗 ？Hello， 你看得见我吗？看得见哦。看不见，你是在控制他的。我来控制控制他，我来控制控制他。来，眨个眼，抛个媚眼，嘟个嘴。啊？不是，嘟嘴。下一个。嘟嘴。那边还有机器人呢。没有反应，动动耳朵呢？他的耳朵可以动吗？不能的。我能动啊，我给你看一下我耳朵动。动了吗？妈妈，等一下，等一下。啊，有一点，有一点。动了是吧？要集中注意力才行。啊，那个帅哥还考我，叫我动耳朵。哎。你操控不了，你太矮了。你看，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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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睫毛呢？他，来控一控。哎，他在识别你的面部神经肌肉，然后的话就可以。但是，好好玩的这个机器人。今天两点钟就清管了。你玩一会儿，我在外面等你哈。现在目前这个机器人的面部神经系统还不是很完善，然后我叫它动嘴嘟嘴啊那些它都动不了，就只能简单的比如说眨眼睛那些。今天是2点钟关门，2点钟就关门了，但是待会儿还有机器人的它的这种能力展现的表演。这个是什么的？这是北京的巨神机器人创新的，这是跑步时间演示。哦，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好像和那个，好像和马斯克的那个特斯拉的比起来，造型上就差了，输了。我觉得在造型上的话还可以提升，毕竟人家都是找那种世界级的这种设计学大师设计的。这个是专门跑步的，健身强身健体。这里呀，这儿，你看他们在干嘛，叠衣服、写字，然后弹敲那个什么，弹古筝啊那些，搞音乐，才华强强的。谢谢领花姐，还有运动，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各种秀男有力。好了，走，跟着走，应该在前面倒拐就到了，这边过去。哦，到了，我看到是主办方了。别吵别吵呀，他们都在工作。这边全是媒体区，然后在各大平台发放，走过去应该就到主办方的存行李箱的地方。北京北京北京，欢迎你。哦，ATI。 哎，帅哥请问一下哪里可以存放行李箱啊？哦，就暂时放一会儿，一个小时左右。您从这儿左拐，然后问那个大会。哦，我刚刚从那边过来的，他们说主办放在这边，然后有两排存行李箱的地方。存行李的地方。对。
那您这样，您从这儿出去，您去一下那个出去，然后往右拐有一个商务中心。哦，可以的。商务中心如果不行就左拐。OK， 哇，还有这么远，赶快了，节约时间。票现在订不了了，他必须要在官网上订。用餐地右拐左拐的嘛，说的是餐饮区，我去找个商圈放吧，这边好像没有。仿真保姆机器人应该是以后很快就要出来的了，但是目前的话，因为针对于家庭每个人的他的那个生存环境很复杂，所以说的话他还做不到那么精细。你包括切肉啊，然后摘菜啊，还或者是下锅搞定那些厨房那些的用具，可能还达不到那么精准。客服中心这儿来一下。对，我扫个柜子，他看到小的看到行李箱柜了，但是没通电呢，但是没有通电，我看一下扫码，他没有通电，这个柜子，小的说发现存行李箱的柜子了，但没办法，放不了。小米，你请教一下里面有没有那个，拉一下，去找个客服中心问一下，给妈妈开一下。啊，师傅，我们想放一下行李箱，放不了吗？可不可以暂存一下嘛？可以。OK， 算了，走吧。别人是工作地方不方便。看到一对外国情侣手牵手去看展。对，好久不见，蔚蓝的天空。是的，阿六豆，就是北京还好，我们四川也热，也特别特别的热。今天过来好像还没有那么热了。好久不见。现在门票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已经只有等下一次看在哪个城市开始展览了。可以给妈妈喝一杯水吗？谢谢。未来可期是谁？是我哪个妹妹弟弟吗？姐，在那个在北京亦庄世界机器人展这边刚进来。小雪 ，Hello， 瘦了，是的，这段时间可能天气太热了，然后脂肪还是有肌肉的。打开一下，那你把那瓶矿泉水给妈妈吧，妈妈喉咙好干哦。我看找个地方放的话，可能就找外面的，那儿有那个保安亭什么的吧。以前关注的不认识的哦，我还以为是认识的朋友呢。有时候我弟弟妹妹啊，还有一些朋友领导他们都要看我直播，看了然后还下来还跟我说，哎，讲的哎，怎么喜欢平时间不聊那些，怎么平时都讲工作讲事情啊，那些商业的怎么还聊一些生活化的东西，情感化的东西。我说我喜欢学习这方面的。还有好多小孩哦，他们组团来看的。师傅请问一下，这个行李箱可不可以暂时放你这儿一下？大概要放一个小时，就这个两点钟不是要清管吗？因为就两个小孩他们拖着太恼火了，可以吗？然后如果可以我可以付一定报酬。那里边有一个放的地方，有一个放的吗？你可以带我去吗？刚我找了一大圈了。哦，好，谢谢，太好心了。哎，终于找到一个好心的大哥，好心的小哥哥，快拖过来了呀！你比我大，我叫姐哦。好的，这样的。哎。找到地方放了，我天，可不可以放在这儿一下吗？可以哦，放一会儿。OK， 就一个小时，然后闭馆之前我们就来取，谢谢。你们是今天两点钟就下班了吗？啊，应该是哦，那就还好，坚持一会儿。看你这段时间都比较疲倦了，已经，是因为这段时间护展太累了吗？早上来的太早了。早上来的太早了。对，我们四点多。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今天我临时开的播，然后四点钟，人家这个小帅哥就为了护展，四点钟就起床了，到现在已经人都快奄奄一息了，已经拿着这个，谢谢，待会儿我们来取，谢谢哥哥。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个的话大家可能现实生活中接触我的人就知道了，就没有必要。其实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人的话，他是活不下去的。在社会中一旦做了一次就人模狗样的事情吧，别人的话就再也不会和你有任何的接触，那是很傻的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真的所有人的话，不管你亲戚朋友都会瞧不起你。还有你不要说事业伙伴，如果是的话，就我们合作的那些一些有身份企业家，或者是那真正的企业家，全都是管的全世界的生意的那种。如果那样的话，人家怎么可能和你接触？我天，人品有问题在社会上首先就过不了关的。对，上面那个人评论的没事，就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也就是偶尔通过抖音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也知道我的经历嘛，我就喜欢研究关于女性成长啊，还有就是一些就是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东西，或者是人生的那些，就和大家偶尔分享一下。再跟妈妈喝口水，我喉咙好干哦。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进会场了，2点钟就结束了。谢谢啊。你快过来，只有1个小时时间了，生死时速。2点钟就要开始清馆了，这么多的人，快开始疯狂的扫荡模式，走，牵着我，牵着你，你牵着弟弟，来。现在可以正式看了，没有就是要门票，而且现在门票在官网上已经订不了了，已经开始不售票了，全网停止售票，现场也买不到票了，连黄牛都没有。快，我们开始去绕一圈了，刚才带大家还没看完，待会儿可能要闭馆之前，然后外面那个地方会就是有那个机器人的才艺展示，到时候做人为什么也迷了呢？做人难道做人你说的是离婚吗？其实我觉得挺好啊，每个人成长的路不是每个人第一次考试就考100分的，总要先考的30-40分，然后才知道问题所在，才会去复习啊，才会去学习成长。其实每个人的情感之路的话，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些包括伙伴或者是害你的人嘛，都是来成就你的，但是就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有一颗向上的心和不断走的这个脚。这个我们看过的了，我们往那边走吧。扫一圈好吧，先带着大家扫一圈。离婚就不是好，那太多了。那大家想一下，我们国母对吧？哦，那你不是都坏人了？我天，这句话的话触及了多少人呢？哎，有的人我觉得就是说，千万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都不能去以一个点去概论一个人。很多东西的话，它是就有人在带节奏，它是有其比较阴险的目的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会去恶意的重伤别人。快来快来，但是对于小人我们不予理睬就好了，不需要去讲那些是是非非的小儿科的东西吧，算没事没事，他骂也无所谓。如果我是那样就是德行有问题的人，那我真的该回去好好的闭门思过。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对我就是一种督促吧，提醒我千万不要做小人。这边这边哦，走这边，走这边。这边是关于医学的，医学影像，还有就是导航定位。哇，这个牛了。我腿走不动。走不动了，那你就慢慢的好吧，你和姐姐逛，然后来找我，可以吗？慢慢的走。慢慢的走。这个是涉及到我们未来医疗科技的，包括一些空间造影啊那些，然后还有手术它的这些机械臂的操作，像我们人以前的这种微创，然后通过那个显微镜置入人的身体里面做手术嘛。现在没有没有，不用换。然后现在的话看，这个是关于医学影像的，人的大脑检测。这个离婚其实和人品没有半毛钱关系，离婚只是说两个人性格不合，然后处在一起矛盾解决不了，和这个人品就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很多就是说自己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人，他不愿意为了一段婚姻关系而去捆绑自己，而放对方自由，这样是更好的。这个是关于大脑的，我看看手术定位，
是大脑手术操作的，它可以精确到毫米。听你说。我想坐下。你坐下吗？那你在哪个地方？这儿那儿去找个地方坐下，待会儿我们来找你，好吧？你要去？你要跟着妈妈走还是跟弟弟一起？这个是研究下颚骨啊那些的，头骨、人的颅骨这些的。那边还有就是大数据平台，就包括新增大，他们不会走丢的，他们自己早就从小就给他们说了三点：安全第一，健康第二，进步第三，只要把这三个做好就行了。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Costa Rica. Costa Rica? Latin America. From America.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 OK, OK. Oh, then the Mabella. Oh, my name is Mo Yu. Do you? My name is Manuel. Mademoiselle? Manuel. Manuel. OK, OK. You parle le français? You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Yes, I parle le français, mais so I.Parle le français et l'anglais, between. Bye. 刚刚见到一个拉丁美洲的美国人，拉丁美洲的。然后我跟他讲一讲的，我讲成英语，然后也讲法语。然后他跟我说你是哎，然后他说怎么，他也会讲一点，他也会讲法语，也会讲英语。哇，这个是啥？这个是物流的。人神机器人优必选，如果要买股票的那些可以，姐姐阿姨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块的很多新兴小公司，他们因为 AI 的切入，他们的市值会大增。但可以想看这个看一下，叫极客工厂的，端到端模仿学习，这个是负责分拣的。所以说现在的工作难找呢，很多工厂的这些工人呢、或者是流水线的一些能够被替代的这些年轻人全部都，孩子有爸爸呀，为什么没有爸爸？只是我们两个不一起生活而已。他们在一路上都还给他们爸爸发拍的视频啊、聊天啊、微信啊那些的。哎，咋了？我很累，我想坐着。你累你找个，刚刚我说那个地方你坐着，待会儿我们来找你。那你就慢慢的走好不好，或者你就在这儿待着，待会儿我来找你，你就和这个大人物在这儿待着好不好。这个是一个刺兔是运输的，负责里面运输一些集装箱的东西。啊，对对对，你坐那儿去，坐沙发那边去，待会儿我来找你哈，反正我没给你打电话你就别动哈。对，这是小型机器人了，培养引领时代 AI， 这是小孩子的那种 AI 思维的一些课程。真的离了很早了，这是19年9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就是那种就是觉得哎，实在处理不了就干脆还大家清静。这是适合小孩子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产品，这个还可以聊天呢。对，可以聊天。499，这可以买的吗？可以买，没现货。它有什么功能？没有现货。没有现货，就是找我们的码。只能预定是吧？对，经常购买。它具备哪些功能呢？帅哥，它现在具备哪？这是骨骼的吗？对，骨骼的。手术操作正骨那些的吗？它的功能是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害羞嘞，我自己来看一下吧。术前准备，哇，这是专门治疗骨骼的，还包括接骨啊那些，然后还有术前准备规划。这个精确到零点几毫米。就是相当于是微米了，对，五微米，毫米的，就是毫米级，0.5呀，它是，0.5不就是五微米了吗？啊，对，对，就是五微米了，基本上，哇，这个精确度超高，人类是达不到的。